我便身手之如案，神功显现，辟万古一乾坤。金句新德观，德北市溪州里吉圣宫。普安祖师杨府金银公，陈府王爷公，罗下将先生大德随行，进香参拜，各地雕工，服于民国99年岁次乙寅年。农历9月初二，日主持陈金涛，主任委员陈德金等，率领全体委员开讲先生，一心诚敬，恭向普化寺、普安佛祖开立位，圣驾安前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众大德合家平安。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大吉大昌，并恭祝普化寺香火鼎盛，神威显现，神功远照，五福无疆。行香礼，一拜。再拜，三拜，请进香。主人来吃，请献花。请献花。请献果。献在别，全体先生恭向普化寺、普安佛祖开立位，圣驾吉祥，三吉祥礼，一吉祥，再吉祥，三吉祥。内行。